凯南要不要来？凯南是能推线的。阿卡立时先往这边靠，凯南也往这边靠。猴子好像没往这边过来的意思啊，那这个位置可能是个三打二。蹭到了，还要上吗？回头这个位置血量被打得很残，青铜心交闪了，但好像走不了了，闪现一发瓶给没了。哎，刚两个人重叠在一起了，所以浪费了一点阿卡立的时间，但是杀还是杀了。再直上来。打两枪，哇，很漂亮，这个细节意境的还打断牛头，打出二连。那 Wins 这一波是直接被打的，就没有办法兑现了，甚至还要杀人。虽然说国豪赶过来了，被他要点燃，牛头这个位置往后交了自己的技能跑开了，但是下路兑现已经很困难了。是，这波男枪其实，哎，再看一下又遇到了男枪在附近，这个位置想杀国豪，国豪身上还有闪。因为莉莉亚那个血量是一定要回家的，虽然说德莱文没拦的，但我觉得这个龙拿了。嗯，交大就想单杀，哎，伤害够吗？单杀了。哎呦，猴子的一个六级满血斩杀线。对，但是哎，这个位置交一个闪现，哎，有小兵来，有拿到一两颗人头，那其实这个局势就有点崩掉了，因为本来下路就抗压嘛，上路又交大招，又来了，并不砍了一个大招，但这个位置 Maggie 来了 ，Maggie 这个位置，如果说能把雷雷杀掉的话，他可以把先锋放上路啊。猴子知道自己走不掉，反正想换，没换掉，但是先锋有了，是也没杀掉。然后现在可能对线期快结束了，两边辅助都开始往上走，这个位置要抓猴子，猴子感觉不太好走，这个控制拉满了，而且哎，第一时间站位是苏宁先站好位了，而且猴子没踢，徒步走过来，但龙第一时间已经被打掉了，回头是一个三打五啊，这怎么打？加条给个大招进场限制一下地形，但其实自己这个位置也扛不太住，嘲讽过来，郑一通就往前顶，换掉对方一个辅助，但自己这个位置也走不好了，那往前再追。双方打成一个一换一，回头 WQ 二连起来 AD， 但伤害跟不上，猴子姗姗来迟，交闪过来硬要开吗？距离不太够，猴子还要追，开大招加移速，但自己扛塔扛太多了，一个战争罡风没收掉，反倒是加里奥没了，那这不是亏大发了吗？嗯，主要是标记不该追，不该越塔，你知道吗？就猴子有点冲动了，这位置又想来抓猴子，走不了了呀，哎，熟悉的一个场面。哎，这位置又是个大招，但只搭了个牛头，一技能指上去，牛头直接反身是闪现 ，Q 技能拍起了这边阿苏吗？这边有点危险，还是要死的。这个位置被博豪直接收了，而且 OW 血量有点低，技能还空了。加里奥进场先保护一下自己的后排，猴子这个位置抛了个虚弱，没办法，只能交一个闪现过墙。阿卡丽在拖时间，侠阵里面只有他一个人，那特纳就开大招反手，应该是 Q 闪吧？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个 Q 闪。哦，对。一个 Q 闪，直接敲血 AD 之后，配合着队友的伤害。但卡莎飞的那个位置，怎么说呢？他不知道，他没有下半区的视野，他不知道凯南在那个位置绕过来了。是，所以卡莎其实送了。虽然说凯南是换掉了卡莎，就很难打了。就一定要开到德莱文。对，因为阿卡丽有侠阵，哎，这一波又是野区逮到，但是猴子踢大龙。哎，这边新闻绕后的位置很有想法，海克斯闪可以过墙的，而且刘沃总给到了正面，直接留住了男枪，凯南有 TP， 男枪被嘲讽给到，第一时间被秒了。虽然开启一个金身的加里奥在原地，在队友还在身旁，凯南进场，但是不太好开大。但其实现在苏宁的整个阵型很差，人都分散开了。哦，这边 OW 也来 ，OW 先进场给个太阳耀斑，但龙已经被打掉了。回头加里奥给个大限制一下地形，让德莱文不太敢输出，德莱文这个位置被切到了。但是第一时间还是先杀掉对方的猴子，同时凯南被套一个虚弱大招进场效果也一般，但好像这个龙拿的有点尴尬，因为人都要死光光，被对方击杀了三人之后，虽然说留下两个龙种，但是很可惜 Force 是一丝血没有死。再来看一下这波团战是怎么输了的。哦，第一时间大招进场，猴子单人切这个德莱文还是切不了，切不了。对，我前面应该是说了，就猴子他一个人切不了，就队友要跟输出嘛。其实刚刚猴子开的。哎，抓到一个牛头，抓到牛头，哎，但猴子绕后了。这波身上有叶芝锋刃的，又是单人去切吗？加里奥这波有大没飞，
那后续这个残局要再打的话，对方可以有追击的机会。交了一个闪现，阿卡丽二段啊进场，自己吃一道阿卡西亚暴雨往后拉开。阿卡丽打反手不好打，但没办法，目前是劣势、又是开到莉莉亚，莉亚这位有点尴尬。同时第二时间的阿卡丽已经跟上了，加里奥给了一个大招，这一波是切后排了，但是自己的卡莎已经把阿卡丽秒了呀。那这个后排切的意义也就不在了，而且阿卡丽这个位置还可以单人追着莉亚跑，虽然说一个人被对方三人围堵，但是等他们在处理掉对方的加里奥之后，这个位置德文甩着飞斧一个闪现上来，完全不虚拟，旁边还有着女坦做一个助攻，这个位置控住了对方的猴子之后，这个残局是打不了了，因为德莱文还回带的情况下配合着男枪，这个残局点猴子其实前中期阿烈烈也完成了单杀了，优势足够大，但现在装备太差了。对，但你后续两波他被对吧，哎，这个位置女坦又是留莉莉亚，第一时间莉莉亚位置交一个闪现，哇，这个位置心魔扛不住，而且大招给了心魔只击飞起对方一个辅助，但与此同时再一个技能指到阿烈烈，阿烈烈不能够进场的情况下，德莱文输出位置太好了，交一块表，倾城位置有两块表拖时间，但后排我们看一下，阿卡已经切进去了，而且单人在搅乱对方的后排的同时还收掉了，配合男枪拿到了对方加里奥人头，那这个残局凯南甚至还有大招，正面猴子这个时候在开大，其实已经很难处理这个男枪加德莱文了。哇，非常可惜，这波团战猴子甚至都没有碰到阿苏，就阿苏他应该是最后交闪现去 K 去拿那个头的时候，他的意志锋刃好像还在。对，但虽然说最终阿苏是倒地的情况下，但男枪又主宰了比赛，把这个残局给收了下来，最终定格在10-1的一个数据，而且 Will 也在。那中路的高地塔应该是可以磨掉，而且只有心魔一个人存在的情况下，一路高地应该是有了。但是你看这边复活时间，第一位复活时间要20秒，倾城有15秒左右。有凯南推塔，感觉还挺快的。杀17秒，想一波有机会吗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牛头一个人感觉守不住两个，他只能拍一个，这样的话两个人只要分开站的话，下一步应该是可以一波的。利用这边点了个赞，看一下加里奥出来，加里奥来了，来不及了，来疯狂在 A 这位置还有闪现的，那我们要恭喜苏宁2-1战胜了标记。